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家豪。仲会嚟紧，仲会有啲咩挑战咧？其实关于跳唱方面咧，其实我演唱会做咗嘅，只不过即我唔中意有啲歌拍出嚟系拍个跳唱咁样咯。我自己又唔系好喜欢，即有个 MV 系咁。但係演唱會必定會有嘅，即跳唱，即係個跳唱只限於演唱會咯。咁至於對於對自己舞技有冇信心，其實係有嘅，係有嘅。即係其實我都大家都睇得出我係即係舞王咁噶啦，上次咁就係咯，係繼續俾心機啦，係咯。上次大家我都睇咗佢嗰啲關於上次演唱會陳雷跳舞嗰啲片，咁其實跳成點，大家有目共睹嘅，即係作為好朋友，我都會不停咁樣鼓勵佢啦。咁佢要可能練多幾年啦，真係。即係關於即係大家見到啲關節，其實可能即係佢啲關節好似關節痛啊，有時可能甩臼啊咁樣。咁佢其實大家見到嗰個分野啦，咁佢係咯，即係關於即係我自己始終運動細胞比較強啊，咁所以都係咯，即係係咯，俾心機。